巧克力柿子，这个是我刚打好皮的，它里面颜色越深它越甜，就是它的成熟度越高里面颜色越深，所以叫巧克力柿子。这是我在家放了几天，它有点变软了，没有骨，特别甜。最后一批柿子了啊，16.95斤，没吃到的赶紧去拍吧。它不涩嘴，非常甜，它的皮是可以吃的，一点都不涩，就稍微有点硬。外卖了。